赤心追寻大意义。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show. Did you know that Lamma Island has a new police post in Yongshuan Village? Tonight's police report is all about that new facility and other general policing issues on the island. Let's take a look. Hey, 不要緊啦, 回家先慢慢弄啦。 好口乾啊。 我有水。 都不冷的, 還要得這麼少。 不要緊, 不要緊, 不如我們吃豆腐花。 好啊, 走吧。 部相機不見了，早知道不吃豆腐花了。又不見幾千元了，不如去警署報失吧。在上面，此景剛已停止運作。半年前已經停了，還搬了在大球場旁邊。今天只是走過你那裡。對不起，我們那裡沒有。 警队强调服务为本，正以求精。考虑到喺1966年兴建嘅南丫岛旧景江，位处偏远嘅熊胜爷湾，唔系2013年嘅12月，新景江就搬到去市中心嘅位置，邻近榕树湾码头，方便市民使用警队服务。特别系一啲行动不便嘅长者或者系残障人士，咁当佢哋有需要向警方寻求协助嘅时候，就唔需要再咁辛苦行楼梯上山啦。 虽然呢一个旧景江已经用咗47年，服务咗无数嘅南丫岛居民，但系随住人口增加、时代转变，景江都要与时并进，改善佢嘅设施，令到服务更加完善。我而家咧就喺南丫新景江，为咗提高服务质素，保障个人私隐，为市民提供一个更舒适同埋方便嘅环境。 新景江咧多方面都增设咗唔同嘅设施噃，Camus。系啊，Keith。首先，我哋呢个景江系更加贴近民居，令到市民更加方便可以得到我哋警方嘅服务，同埋我哋呢个新景江系增加咗几方便嘅设施去服务市民噶。不如等我带大家去睇下。首先就系呢个接见室，呢个接见室可以令到我哋去帮涉案人同埋报案人录取口供嘅时候，保障到佢哋嘅个人私隐。其次就系呢个临时羁留室，以前未有羁留室之前，我哋需要一直看顾住疑犯，直至将疑犯交俾水警同事，将疑犯带往长洲警署为止。但系而家我哋可以将疑犯羁押喺呢度，令到我哋嘅工作更加安全同埋有效率。 Camus 我知道新景江咧，仲有另一个特色，就系以节约能源同埋环保为设计理念噶噃。系啊，就好似个空中花园咁，系用嚟减低楼层嘅温度，同埋我哋都装有落地玻璃，系增加室内嘅采光度。另外，我哋景江外围种植咗唔同嘅植物，用嚟融入南丫岛呢个绿草如茵嘅环境。南丫岛咧系一个小嘅社区，民生比较淳朴，所以案件咧都比较少噶。 系啊，案件主要系游客俾人偷窃或者其他商类型嘅小型案件。同埋南丫岛自从实行咗一村一警嘅计划之后，同村民有紧密嘅合作，令到南丫岛嘅罪案率大大降低。The Lamma Police Chief Miss Camus Tung has recently commenced a police corner blog on lamma.com.hk to give all sorts of police-related information, messages, and crime prevention advice tailor-made for the island. Please check it out on the website. Bye-bye.